起步跳就最快裏面落到嗰啲馬咧，見到粉紅帽嗰只咧，軍事紅人咧，中間黃色帽騰雲大哥，出邊都好快見到白色帽嘅華華之星嘅第四位落檔咧，就粉藍帽嘅興合金啦。暫時落檔跌咗少少咧，就係橙色帽嘅獨一無二啊。巴尾位置紅色帽嘅永威福星，咁咧就嗰只勝利寶寶就冇出閘噶，原本七隻馬次閘，勝利寶寶冇出閘嘅。好啦，睇翻轉彎嘅時候先啦，轉緊呢個五百米彎嘅時候咧。前面快咧，見到係華華之星啦，開邊外檔咧就幸運大哥同埋興合金，咁起步好快咧，而家等到落第四位軍事紅人嚟嘅，咁啊再嚟咧三個馬後邊墊後兩隻啦，裏邊內檔黐啦，咁啊獨一無二，開邊紅色帽嘅永威福星啊，好啦，轉之後最後直路仲有250米路程到終點嘅，再放一放啊，華華之星彈嚟過嚟，馬位拖彎住咧就見到幸運大哥，開邊幾好走勢見到係興合金啦，咁啊第四位咧進展麻麻地咧就係軍事紅人喺曬尾嗰兩匹馬咧就永威福星同埋咧獨一無二，好啦，越放越順咧，贏市就係華華之星，跑第二名就幸運大哥，第三名興合金，跑第四名嘅軍事紅人。